出てきた大地を揺るがす狂天気の棒正義の戦士だコンバトラブリ欢迎回来菠萝频道收看这个追落后系列，今集和大家介绍的是由 Action Toys 推出的 Mini Deform Series 的一号机超力电池盒。如果想看其他型号的开箱，记得下面留言告诉我。这个超力电池盒呢就应该是2019年已经推出的了，当时的售价就是208元。Mini Deform 最大的特色咧，佢係由塑膠製成嘅，咁啊相對可以令到呢一個嘅零售價亦都會降低，但係降低之餘咧，亦都唔會影響佢個機械人本身嘅可動性啊，以至變形啊。整個產品一買翻嚟就已經上好曬色噶啦，咁有啲位置又仲做得比較 details 添。这个一号包装入面除了五个主要的机型之外呢，就还有可以换的手型啦、拳头啦，还有它有一个武器的，这个呢就略嫌少一点了，因为超力电池盒呢本身有很多款武器的。咁就仲有教你点样合体嘅简单说明书。
今集就嚟到呢度，记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菠萝频道，我哋下次再见，拜拜。